境處繼去年之後，再次獲得 Skytrax 全球最佳機場出入境服務大獎，我哋深感榮幸。喺過去六年，我哋四度獲得呢項殊榮，特別喺香港呢兩年所遇到嘅種種困難嘅情況下，可謂彌足珍貴。在這裡我再次感謝主辦單位舉辦今次這麼有意義的活動，以及世界各地旅客對我們的支持和認同。而最重要的是我們這班前線同事的專業表現和辛勤付出。往後入境處會繼續本著精益求精、力求創新的精神，致力為市民和旅客提供最優質的服務。多謝。